以及我等鬼王尽力时，若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是作小鬼，各有大力及土地分辨令为护不令二十恨十二病恨病乃至不如意时，今于此舍等处何况入门？佛上鬼王善哉善哉，汝等其余阎罗难如是拥护善男女等无以高梵王帝是令为护如所是。于是会中有一鬼王名曰祖明白佛言世尊我本也愿作业佛人名生死世世我皆处自在我本愿生于利益之是众生不会我以知令生死去不得何以故是言菩提人出生之时不恩男女或于生时但作善事曾一舍在自领土地无量欢喜拥护自母得大安乐离于眷属或一生下生无杀害去诸贤为恭喜参谋及光去眷属饮酒食肉各月玄关能力子母不得安乐可以过失灿烂时有无数恶鬼即往两尽美于是行邪使我造灵舍在土地灵气呵护子母是因安乐而得利如是之人皆安乐故便可舍佛大诸土地方为杀害其去眷属以是之故梵阳自受自摸去尊有言佛体灵命中人不闻善恶我与灵是命中之人不落道何况自修善根曾我立佛是言佛体行善之人灵命中时已有百千恶道鬼神或变作父母乃至诸眷属引皆亡人灵落道何况本造恶者世尊如是言菩提男子女人临命终时生死昏迷不辨善恶乃至言那根无见闻是诸眷属当须舍他供养转读尊敬念佛菩萨名号如是善愿能令亡者离诸恶道诸魔鬼神悉皆退散世尊一切众生临命终时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或他身经典一句一句我观如是每人处无间伤害之罪小小恶业何多恶趣者心机解脱佛告诸名贵王如大慈故能发如是大愿入生死中护诸众生若未来世中有男子女人此生世世如魔推世愿众灵解脱永得安乐鬼王拜佛言愿不忧虑我必是心念念永护念佛众生生死世世俱得安乐但愿诸众生一生世世心受我欲心不解脱或大利益而是佛告地藏菩萨是大鬼王主名者已曾敬拜前生作大鬼王于生死中拥护众生是他是慈悲愿过现大鬼神慈悲鬼也却后过一百七十劫当得成佛号曰无相如来解明安乐是解明尽处其佛寿命不可计劫地藏是大鬼王其实若是不可思议所度人天亦不可限量成佛名号名第九二十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今为未来众生言利益时
以身世中得大利益，唯愿世尊听我说之。佛告地藏菩萨，如今于心慈悲，就把一切罪过流到众生，言不是一时，尽真实时，为当所说无极涅槃时，如照彼时愿，无依无有，现在未来，一切众生，地藏菩萨白佛也是。尊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毫无边身。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产生恭敬，即得超越世事皆生死重罪，何况所化形象供养赞叹，其人或无量无边，由于过去恒而杀戒，有佛出世，毫报心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贪之心发心皈依，世人于无上道永不退转。由于过去有佛出世，毫报头摩僧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离欲恶根，世人当得千般圣语，流于天众，何况自心成念，由于过去不可说，不可说，生起皆有佛出世。好事之后，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念皈依，世人得无量诸佛摩顶受记。由于过去有佛出世，好去了生佛。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知心忏礼，护佛赞叹，世人于现界前佛会中，为大梵王得受上去。由于过去有佛出世，好毗婆室。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永不堕而到长生人天，受生妙乐。由于过去无量无数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好报生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毕竟不堕而到常在天上，受生妙乐。由于过去有佛出世，好报生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身恭敬心，世人不久得阿罗汉果。由于过去无量而生起，皆有佛出世，好袈裟创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超一百大劫生死之罪。由于过去有佛出世，好大通上王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这世人得于恒河沙佛广为说法，毗僧菩提。由于过去有净月佛、山王佛、智胜佛、净明王佛、智成就佛、无上佛、妙胜佛、妙月佛、月明佛，有如是等不可说佛世尊，现在未来，一切众生，若天若人若男若女，但念得一佛名，好功德无量，何况多名，是众生得生死世时，只得大利，终不堕而到。若有临命众人，家中眷属乃至一人，为是病人，高声念一佛名，是命众人，除见罪，欲业报等，悉得消灭，是无见罪，随之即中恭敬。一切了不得，尘世临命终是他人为其成念佛名，于是最终一切消灭，何况众生自称自念活佛无量灭无量罪。地藏菩萨本愿尽全众力，佛力菩提求和求和地陀罗尼地利和来地利尼尼地摩诃切地成定切地萨摩尼摩尼菩提求和求和地陀罗尼地利和来地利尼尼地摩诃切地成定切地萨摩尼摩尼菩提求和求和地陀罗尼地利和来地毗尼尼地摩诃切地成定切地萨婆。
先起我的帐篷开，三途六道绝尘埃，普光温柔来，少即是在皆藏王菩萨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摩萨。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圆满生命波罗蜜，精进修行满人间，断除三毒诸烦恼，慈悲菩提大愿力。各位生命菩萨大家好，快乐从哪里来？关心别人，关心众生，那就快乐了。痛苦哪里来？只为自己想，自私，那就痛苦了。所以佛陀跟我们说，不要起贪嗔痴三毒，不然有烦恼就会造业，就会受苦。那要怎么办？菩提心、慈悲心、空心，以这三种心去圆满波罗蜜，那你的生命就圆满了。愿生命电视台祝大家生命圆满，阿弥陀佛。护持证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Hello， 大家好，请问你今天洗手了吗？我是江坤俊医师。对抗病毒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要落实勤洗手。一般我们常见的洗手方式有肥皂湿洗手跟酒精干洗手。一般我们会推荐肥皂湿洗手，因为它可以彻底的洗净你手上的细菌跟病毒，又不会造成你的皮肤过敏哦。只有在你周围没有水的时候，我们才会建议你使用酒精干洗手。所以情况允许，还是请你使用肥皂湿洗手会比酒精干洗手好。另外，现在大家常常用次氯酸水来消毒，我在这边要告诉各位，次氯酸水一般是作用在环境的清洁、桌面的擦拭，千万不要直接使用于人体哦，它可能会造成你有一些过敏，然后刺激皮肤的现象。希望大家都能落实勤洗手，平安度过这次武汉肺炎。